我老婆啊，速度就是慢，啊，化妆慢，换衣服慢，现在出门更慢了啊。今天我们要去老丈人家，你看我5分钟就理好了，我老婆现在搞了半个小时，都还没弄好，啊，我们现在去看看，还弄好了没有？老婆，你理好了没有啊？啊？快了。你都理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了，你还准备走不走的？哎呀，衣服太多了，我不知道带什么好。这两大箱都是你的？对啊。都要带去？不行吗？都带走啊。你带这么多衣服干什么呀？啊？我看你这里面应该有7-8套衣服吧？我还没点过呢，不知道到底有几套，可能有吧。我们过去差不多待5天，你带7-8套衣服啊，你准备怎么穿啊？啊，一天穿2套？也可以啊，你倒是提醒我了。你穿给谁看呀？对吧？啊，我跟你说，等一下车子都放不下。穿给自己看，又要给谁看？我给大家看看我的啊。我准备5天就1套衣服，哎，一个小箱子就够了，嗯，所以一对比啊，感觉女人真的烦啊。其实衣服嘛，对吧，穿的端庄大气就好了，对吧，啊，像我师傅带那么多都不知道他想什么啊。我想什么嘞？ 我就想漂亮不行吗？我们过去是跟爸妈，对吧，团聚孝敬他们的，对吧，嗯，干嘛？我衣服带多了就不孝敬他们了？那你也不要带那么多啊，啊，带带都累啊。那我想啊，大过年的打扮漂亮点也是可以的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啊，等下去车位那边啊，你自己提过去啊，这男大侠啊，我是提不动的。我自己来就自己来，我还提不动了啊。你说的啊，别求我啊，我不求你。我师傅啊，终于弄好了，看多少东西啊！我真害怕我的车装不下去。这个是你儿子的，好吧？嗯。哪里多了？这个是我们要带过去的。没事，等下给你装啊。我装就我装嘛。你看着我干嘛呀？搬不动。自搬。谁叫你带那么多的啊？你要把我衣服带死！哎呦，好重啊！哎呦，还一个放不下了。嘿嘿，我看你怎么放。哎呦，怎么办？你求我啊！哇，我都理好了。好好好好。